老雷，这驴三宝可是好东西啊！咱吃刺身味的。哥哥吃不了。啥好吃刺身呀？那驴三宝。老雷，飞哥，怎么也才回来呢？今天水少点来了。嘿，飞哥，怎么少一腿呢？两个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？你不让我知道？让狗吃了。走，回回回。感谢飞哥。谁呢？放入驴腮宝，放入葱、姜片。飞哥，来一瓶，再来一瓶。哎呦，没什么。放入飞哥的飞片，上刀上刀真行呀！哎呦，咱们起锅烧油。放入葱姜蒜、花椒、大料、干辣椒、桂皮、香叶、小茴香，这锅里炸呀，辣椒的呢？辣椒多才能把它压糊。你先吃点，等一下就好了啊。加入清水，放入辣鲜露，放入生抽、味精、鸡肺、白糖、胡椒粉，小火慢炖两个半小时。真香啊！吃饭，尝口这个。吃饭，口弹口弹的。嗯，哇，舒服。来个大腰子补一补。大腰子补一补。大哥，哎，给你灌上点。